那五位里面有三位检测出身体已经是有出现抗体的状况，不止在一个实验室检查哈，那在三个实验室分别做检查，那也都得到一致的结果。那我们在很快的时间，我们也掌握在船上曾经有几位有就医的记录，那这里面有几位我们比较关切的。在昨天一早，我们就已经对其中的五位采取抽血检送抗体检验哈。那这五位检查的结果，在昨天傍晚就我们也已经有初步的一些结果。那五位里面有三位检测出身体已经是有出现抗体的状况。那他们虽然在前天晚上的 PCR 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的，不过已经体内有产生抗体，那代表着说已经有出现先前有感染的一些状况了，那这个当然对我们医调也是很有帮忙的。那这个检验的抗体检验也是一样，不止在一个实验室检查，那在三个实验室分别做检查，那也都得到一致的结果。